喂，张颖。青青，他们家蜂蜜蛋糕卖没了，要不然你换一个呗。嗯，没了呀。希望你穿着的时候会有人看到。你是在按摩还是在摇船呢？用力点儿，把你中午吃两碗饭的力气使出来。啊！行了，去给我倒杯水吧。好的，顾先生。剥个柚子，你自己没有手吗？喂，张颖。哎，青青，我到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啊？一点。哦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张颖，你先帮我点一个蜂蜜蛋糕。嗯，好。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吧，我跟张颖出去对一下方案。不行，我有点难受，头有点晕。怎么了？发烧啊！啊，我是说手今天还有点疼。医生说了，你的手正在愈合呢，会疼很正常，忍忍就好了。啊，我肚子也挺难受的。谁让你吃那么多水果的？多上几次厕所，多喝点水。顾南舟，你别装了。喂，张颖。青青，他们家蜂蜜蛋糕卖没了，要不然你换一个呗。嗯，没了呀。张颖，我今天可能有事去不了了，我晚点再跟你说啊。顾南舟。顾南舟，你没事吧？你到底真的假的呀？你别吓我，顾南舟。顾总。顾南舟，我扶你起来啊！别紧张啊，没事。My life in your life.
抱紧，冰冷的心态，直到你空降而来，让我可以对这世界更温暖一带。灰暗的云，想不到他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，怎么醒着的时候就是个魔鬼呢？明白什么更值得我期待，遇见你是最美好的邂逅。也许两颗心来自不同时空，却渐渐交融，这一切因为爱。好玩吗？你脸上有蚊子。这条有蚊子。那可能是我看错了。你继续睡吧，我回房间。有这么帅吗？